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虽然你们两个外貌相似，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。在这里，没有一个值得我去珍惜的人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阻止我抢到赤魂石回到你身边。子夜，等我。你个叛徒，竟有胆出现！苏生，我早已知道你找我多日，特地在这等你。是时候，我们该做个了断了。好，今天就让你们两个叛徒一起死在这里。云儿，恐惧会让敌人变得更加强大。你们想要重新开始，就一定要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。我不会再让你控制我了，你去死吧。看来今天不会是我要死了。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两个叛徒拿下！怎么，你们也要反了吗？素商姑姑，恐惧只能带来顺从，并不能带来忠心，这点你不是不懂。素商姑姑，今天就让你尝尝这个铃铛的滋味吧。碧武，你没事吧？琪姐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寒冰、飞雪、严霜、白露，你们四人都是被洛仙宫掳来的孩子，现在你们都自由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张氏，我们自幼被带到洛仙宫，早已忘了来自何处。若长史不弃，日后我们愿意跟随长史，肝脑涂地，以报长史之恩。琪姐姐，我的命也是你救回来的。日后若有差遣，必无有命必从。你们待我如此，我也不会隐瞒。如今我已归顺苍虚，在你们眼里，苍虚都是你们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可如今洛仙宫已经不在，我也不再是洛仙宫的弟子。你们若是追随我，就是等于为苍虚效力。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如若不愿，我也绝对不会勉强。碧无愿追随姐姐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别无去处了。
既然众姐妹已经愿意跟我，那我也不会亏待大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若是有其他打算，也大可不必对我隐瞒。是，谢长史。